以这么做呢，我是希望中老年人也要与时俱进，也要有时尚的这种理念，要不断的去学习，我觉得这是摩登的含义。我们没无事可做，那么出来就是找乐，大家在一起很快乐，我们这个团队很团结，很友好，加上一些艺术的元素，加上日常的训练，我们也得到了锻炼，也得到了快乐，这是我们所求。